还活着吗？谢谢，可能吃不下了，送5张星空卡，谢谢。卡了一下，因为刚刚他提示我电量低了，他提示了我一下电量低。谢谢，可能吃不下，谢谢等风望月孙的班卡，谢谢等风望月孙4张班卡。大家第一次看直播，点关注哟！有小礼物可以送的小礼物。
这个支架有点不太好使，不好意思啊。摔疼了怎么办？我给你们揉揉吧，揉揉你们，揉揉你们。谢谢憨皮虎，感谢憨皮虎送的板卡，谢谢史丹奇送的板卡。好热呀，我都出汗了。大家第一次看直播，点点关注哟，欢迎大家。想一杯芋泥波波奶茶，不要芋泥，不要奶茶。今晚上不玩英雄联盟啦，今天晚上早点下，手机直播好累呀。雨萌有没有养宠物？没有，我之前养了一个小狗，然后，现在小狗在我妈那儿，我自己家里没有，因为，就是养狗还要遛遛它嘛，我没有时间，我平时也不出去。好，我们再开版 PK， 然后大家一起算一算，我们把五星任务凑一凑。汪汪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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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 PK 赢了给什么福利 ？PK 赢了上啥罚 ？PK 输了就搁这儿待着。怎么说？兄弟们，哈喽哈喽，哎，我们好久没连到了。没有，我今天突然之间想要用手机直播，所以就在客厅播。正好，而且我的这个支架老是想要，一老是要倒。我们玩什么呀？我都行呀，可是我的手机好歪呀。讲。那我们中间就扭腰吧。谢一哥，感谢一哥送的星球。谢老神仙送的氮气。谢青龙送的幸福钻，哈哈。
谢峰哥送的，谢峰哥送的星空卡。谢谢 Frozen 送的单卡。谢谢 Frozen 送两张单，谢谢弹幕送的单卡，感谢弹幕，谢谢弹幕。看 那个猫。谢谢故事哥，感谢我故事哥送的飞机。我也觉得 CBB 好看。户外的女主播都好看，惠儿也好看。稳住，坚守沙发。为啥不养猫？我不喜欢养猫。布偶挺好。这只猫是布偶吗？女主播家里养猫的可多了，我看。谢谢峰哥，感谢峰哥送的音乐学徒。好，B B 音乐声音太大了，稍微小一点吧。谢谢等风望月，感谢等风望月送的么么哒，谢透明送的血瓶，二一推塔啦！谢谢透明，感谢透明送的音乐车，谢谢峰哥。送的雪人飞机，剑锋哥的，谢一哥，感谢一哥送的时空战机，谢谢一哥，谢峰哥，感谢你。谢谢一哥，谢谢峰哥，谢透明，谢故事哥，感谢，谢谢大家。这把可能我和人家十三连胜啊？是吗？十三连胜。
休息吧，BB。那你平时的时候不玩扭腰吗？在等风光月色一玩儿。哎，落叶哥，看我摇啥呀？我不刚跳完舞吗？谢谢，哎呦不错，366。口红是 MAC 的，谢谢我是非洲铁粉，谢谢雪碧乖乖，感谢，我也好想见见飞船呀。谢谢雪碧乖乖送玫瑰花。打什么过来？噔噔噔噔噔啊，这啊，这，我们惩罚什么？谢谢我的小鱼干呢送的办卡，欢迎安安，背月皇，我背月皇上一楼，雨萌被月皇上二楼，雨萌被月皇上三楼，谢谢月皇的邀费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BB。谢谢玉皇子的腰背，谢谢这输了，没有，主要他们在宝莲胜吧，好像在宝莲胜吧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没有不要脸胜。可惜我不能上沙发了，哎，哈哈，可惜呀，可惜，可惜呀，可惜。可惜呀，可惜。Hello，他们说想看手机直播，
谢苏苏苏的担心。谢谢一哥，给一哥送的摩天轮，谢一哥送的时空战机。一哥每次都是这样，一哥你咋不推塔了呢？谢谢峰哥，感谢峰哥送的摩天轮。你们这 PK 打的现在就是好像着急走，好像着急走，完了之后就赶紧都送了，也不讲究章法什么的，着急。谢谢一哥，感谢一哥送两组66张星空卡，谢谢一哥。玩什么呀？啊，我们过啦，我们过五星了，好像。那我们就玩扭腰吧，扭腰吧。好。哦，再给我过五星吗？谢谢，谢谢一哥，谢谢一哥送的好的星空卡。谢谢峰哥，你五子棋吗？你们去对面看情况，你们就是想去看佐伊。手机都没电了，谢谢用户4333送的班卡，谢谢。谢谢丝瓜，感谢丝瓜送大血瓶。
感谢峰哥，谢谢峰哥送摩天轮。峰哥太猛了，峰哥。谢谢谢峰哥。休息吧，休息吧，集美。谢谢谢故事哥。我今天应该会早点下，手机直播好累呀。我跟你说，我手机直播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大声说话，但是大家还是听不清。我就感觉我在扯着嗓子喊呢，搁这儿，播的口干舌燥的。但是我又老是，对呀，我又觉得我就偶尔播一下，我还用整那么那个。那么专业吗？我没有那个暖气。你家冷吗？哎，你在安徽？那要开空调。欢迎小阿飞呢，我应该快下了，主要是太累了，手机直播太累了，我要早点下。对，然后我现在都没啥事儿干了，我都觉得，我就是，2周吧，2、3周播一次吧。谢谢苏苏，感谢苏苏苏的音乐学徒，谢谢苏苏，谢谢苏苏，感谢苏苏苏的音乐车，谢谢，欢迎淮安，哎，淮安的那个，哎，那我们不惩罚了，集美，不惩罚，不惩罚。
不惩罚了，不惩罚，你都已经扭了这么久了，那就打三下屁股吧，打三下屁股吧。啊？是吗？那就，那你就那个背篓吧，背一个。欢迎透明，好大哥，有没有整点正能量？辛苦了啊，作业。拜拜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这个 PK，哦，他退了。这个手机直播有点太累了，感觉平时电脑直播时间过得好快，手机直播好像有点时间过得有点慢，感觉好像一直在说话，然后大家听不清我说啥。上沙发，好呀。我先找个歌。坚定潇洒，天真无畏的脸颊，恨不得把全世界统统装下。我幻想如何长大，平凡又快乐，比说起来复杂。
超哥，对不起，超哥，我错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。亲我小宝房麦，没关系，我们聊聊天呢，我们聊聊天啊。欢迎落叶哥，大家那啥，大家都放松点儿，把鞋啥都脱了，聊聊天，聊聊天。PK 老让我 P 啥 K 啊 ？PK 你又不帮我，你学过跳舞吗？我学过。为啥拖鞋？因为拖鞋放松嘛。但是我最近没去舞蹈教室了。我其实我从小就学舞蹈的。我从小学那个民族舞的，就是小的时候会练那个练弯腰啊、劈叉呀、啥压腿啊啥的。然后后来就没有了。王一萌，你亲我一下，我回去偷我爸卡，哈哈。有点功底，但是，就现在没有再去学了。有的时候就是直播时候跳的舞，有的时候就是看那个视频呐、啊，自己稍微照着练一练啊啥的。也没有那么长，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没有那么多时间出去学，没有那么多时间练新的舞蹈。九鹰白骨爪。我在哈尔滨，我在道里。没有看弹幕了，只是有的小号发那弹幕，我就是不想理他们。
我跟他们说也说不明白啥，他们就搁这儿，他们就是现实生活中过得也不好，就知道搁这儿逼逼别人，我就懒得理他们，我也不想跟他们对喷。喜欢网友喜欢哪款男的？喜欢刷超火的男的。谢谢橘子味的雪糕呀，送十张的卡，谢谢。谢谢雪糕，感谢雪糕送的，单卡，谢谢。我看得到弹幕，看得到弹幕。最近弹幕好多，但是好多就是小号啥的。单手刷超火的样子真帅。欢迎不需要心动，欢迎与我无关。没有说正经的，我喜欢，我喜欢，谢谢 Frozen 送的板卡，我喜欢专一的，声音好听的，打游戏厉害的，大方的。喜欢大叔型的吗？哎，我一般吧，我不是很喜欢大叔型的。我好像也不太招大叔型的喜欢，就是，但我妈老是说，要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，因为她懂得照顾你。然后你们两个吵架的话，她就。会让着你，但我不太喜欢。小鲜肉好一点，小鲜肉好一点。欢迎豆豆，哈尔滨山野大学，开始读大三，上大好像还行吧，忘记了你多高，我一米七三。哎，今天还没有我来打卡，好呀，豆豆。今天还没有那个呢，今天还没有心动男嘉宾呢，今天还没有心动男嘉宾想来加微信呢。谢谢吸烟驴子的男性。小鲜肉和大叔按什么划分？小鲜肉和大叔按什么划分？就是，我也不知道呀。按什么划分？就是，对呀，按年纪划分。气质，对，按气质，也不是完全按年纪，有的年纪大也很潮，有的年纪小的也很老气，对，按气质划分。谢谢，我有点苦涩。
我是东北农业大学的。华晨宇，我不喜欢华晨宇这种的，我觉得华晨宇有点儿。谢谢温柔早已不在送的班卡，谢谢你送的班卡。我觉得华晨宇有点怪怪的，我不喜欢这种太有个性的。谢谢温柔早已不在，谢谢你送的班卡。彭于晏真不错，彭于晏真不错。主播你好，我今年69岁，算大叔吗？你不算大叔，你已经是老头了，你已经。张艺兴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这种小鲜肉，我喜欢，有男人味儿一点儿的。谢谢诗小牛，感谢，谢谢小牛送的班卡。PDD 有吗？你们觉得 PDD 有男人味吗？我闺蜜他们都喜欢，就最近流行的那个什么王一博、肖战啥，但是我没看他们演的电视剧。我没说朴老师没有男人味，我没说啊，你们说的我可没说。王嘉尔不喜欢，我喜欢邓伦。谢谢叫我飘飘啊，送的班卡，谢谢飘飘。今天为什么 L 哥和飘飘都没有出现？可是我们竟然过了五星哎！天哪，李现也挺喜欢的。噔噔噔噔噔，新一人称斗鱼邓伦。甜蜜双拍，可爱型。哎，我没看呢，没看邓伦的那个电影。我也好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。谢谢陈大彪给陈大彪送的办卡。抖抖刷的挺多，抖抖一哥风格刷的比较多。抖抖还在吗？不在了。对，像我们这儿疫情挺严重的。
小马哥续备了好多国王，看到了，好像是菜白菜家的。咱们刚刚跟白菜家的说没上分都有点垃圾，他们家 GDP 了。现在没有手机播，因为大家不是说想看用手机播，我偶尔用手机播一下，整天用手机播可受不了。欢迎小呆呆，勒布朗詹姆斯有男人了，那个太有了，那个NBA 的那些球星太壮了，感觉好像，我感觉他们好像就一下就能给我推，我一下都能给我推出老远了。吴秀波不喜欢。雨萌说句东北话听听。哎呀妈呀，大兄弟干啥呢？好多机器人还行吧，我们直播间其实现在人还挺多的，真人还挺多的。东北哪里的？哈尔滨的。但我们这儿不是很，我们这儿的东北话不是很严重，稍微有点东北话吧。辽宁的东北话比较厉害，辽宁长春的东北话比较厉害。我们这儿没啥，我觉得我们这儿口音就还好吧。哈尔滨冷吗？冷，但是屋里不冷，因为屋里有暖气。谢谢，感谢，可能是条假狗子的星卷，谢谢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哈尔滨美女多没有？其实我觉得哈尔滨，我觉得我们这儿的女生比较性格比较好呗，比较直爽呗，然后可能相对来说个子比较高，多美倒没有吧。我觉得，反正我比较喜欢北方女孩性格。吵架会动粗吗？我吵架可太那个，我吵架可根本吵不过别人。我要是跟人吵架，就是那种大声说话那种的，我都没开始吵呢，我就哭了。没大声，感觉大声跟人家吵架就想哭，但不是我想哭，是就不自觉的哭。
我打架可太弱了，真的打不过别人，这么怂啊？对，真的特别怂，我真的太怂了。将来结婚了会揍你老公吗？不会，我觉得打我也打不过，我还是别了吧。你那么大个子，那个儿高也没啥用啊。那我跟你说，个矮的打架才厉害呢，蹲式，你知道吗？之前我去那商场的时候，看到两个女的搁那打架，女的打架，我跟你说。不用管别的，就拽头发就完事儿了，看谁能拽住谁的头发谁就赢了。你要说服他。女的打架就是拽头发就完事儿了。对，我最喜欢看女人打架了，看热闹不嫌事大。困了吗？要睡着了。我们今天早点睡呀、啊，要不？我是独生女嘛，是呀。我们这代人都是独生女，因为我们，我们那时候计划生育，我们生的时候计划生育呢。想给我点个外卖吃，为什么？我瘦吗？我看起来不瘦吧。挺壮的，我觉得。谢谢，给火箭修仙，谢谢火箭修仙送的班卡，谢谢。谢谢火箭修仙送的两张班卡。什么叫玉罗双修呀？不是吧？1.73米，我看起来瘦一点，实际上不瘦，看起来瘦。有萝莉装扮吗？哦，这个意思啊？没有，我不是玉罗双修的，我从来没走过萝莉风，感觉萝不了子，太大了，太大只了，萝不了。我不管你就是瘦，那我就不跟你犟了。哪儿大了？哪儿多大？欢迎慈善专家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五郎之子。欢迎透明。透明一个外头呢，
谁是国服第一小法？我可不是。给陈大彪，给陈大彪送的办卡，就是啊，聊天哪有这么聊的？好像在查户口，一顿问这个问那个的，感觉好像相亲呢。我又想跋涉了。谢谢初心妹妹啊，私信我转。哇，微微飘屏了，微微在海底炼金中炼化出了海神降临。海神降临是啥来着？你们正常点行不行？别跟老色批一样。舞蹈区的直播间就要老色批，正常的话那就说明我工作做得不好。我们还有小时榜第二呢。但是现在的老色批就是以前的老色批还会稍加修饰，现在的老色批就是太放飞自我，完全不加修饰。房管是两个火箭哟，超火加微信，房管是两个火箭。修仙吗，小姐姐？不修，修什么仙？欢迎豆豆。豆豆你在干嘛呀？你去哪儿了？修饰之后是精致的老色批。谢谢，感谢飞翔的剑哥，谢谢飞翔的剑哥送的办卡，谢谢你的办卡哟。今晚还有舞吗？应该没了吧。大学学的啥子？大学学的设计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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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早点睡吧，今天早点下来啊。我要是用电脑直播，我又想打游戏啥的，又早下不了了。用手机直播，我还能早点下。
不打游戏了，不打游戏了。离我好近，跟上你。你现在模式网易的，但是我不经常玩，偶尔玩一下。对，以前不玩绝地求生来着，好久不玩绝地求生了。好久不玩了之后，我就有点儿，好久不玩了之后，我就有点晕三 D。不跳舞了。大家早点睡吧，今天直播就到这啦，大家早点睡吧。